穿深蓝色，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替男生这样穿的是浅蓝色系的，然后他是做他前面这一排是可以，就是扣子是可以开的，然后可以开到这，所以他穿脱其实还蛮方便，就是你不用担心就是会卡住，然后这个这边你可以开，就是不用扣到最上面，这样 OK。然后胸前这边有两个口袋，这是真的哦。然后在这边，它其实这个做的有点像夹两件事，就很像穿一件上衣配一件裙子，就是你把它拉好，就很像穿两件。然后这边是做弹性，就是那种松紧带的，在那个腰那边。然后它这个松紧带，它其实我穿不会到勒肚子，然后可是如果是XL女生穿的话，可能就是我是不太建议啦，我建议穿到 L 号，穿到大 L 都 OK。这样，然后这边有两个，这边有两个口袋，然后裙子是有点散摆的裙，那个下半身是有点散摆的感觉。